宝贝。啊。爸爸有事情出去一下。好。那你一个人在家？嗯。也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要注意什么？要注意防火、防水、防电。真棒！我走了啊。嗯，再见。嗯、好，出去。再见。嗯。嘿嘿，爸爸走了，我这个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走，看电视去。林子兰，出来！来，没有插电。可是我想看电视，我想看。不过爸爸说一个人在家不能用电，我想看，不能看，我想看，不能看，算了吧，看一会儿。啊！我被电打了，好疼啊！不能看电视，吃个好吃的就行了吧？吃个苹果来。哇，我的手被刀切了，手流血啦！不能吃苹果，喝水总行了吧？在高高的地方，爸爸总是放在高高的地方。爸爸说还不能爬高，算了吧，吃了。我摔倒了。是谁呀？哦，我是那个物业的叔叔。你一个人在家吗？是的，那你要来干嘛？我来你家抄一下水表啊。可是我爸不让我扔人镜。哦，叔叔认识你呢。叔叔今天有事情在身，你到你家抄一下水表就走了。好。真甜呀。Hello， 小伙伴们。在今天这集节目是关于儿童安全日的特别节目，小伙伴们，如果一个人在家的话，记得一定要防火、防水、防电、防高跟防盗哦。小伙伴们，如果有叔叔不认识的叔叔阿姨来敲你家的门，给你好吃的话，一定不要开门，一定不要吃哦，因为他有可能是坏蛋呢。坏人就会抓小朋友的哟，小伙伴们一定要在家里很注意。一个人在家里的话，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下期见，拜拜！别忘记点赞、留言、评论区哦，再见。